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大主播想连环，说说德云社演员，这次演员名气大，曲艺行里传佳话。第一当属岳云鹏，各行各业都出名，励志故事都知道，点我主也有播报。岳岳搭档叫孙岳，声名远播相声界，他和岳岳来配对，还比岳岳高一辈。虽然辈分有点高，他却从来不烧包，认认真真去演出，一心演艺事业谱。孙岳外公李文华，相声行里的名家，相声师傅师傅宽，有个师兄叫于谦。孙岳于谦名气大，相声行里传佳话，二人名气响当当，师傅脸上也有光。孙岳进德云社前已经是个名演员，拥有自己的团队，让人难忘其相背。老郭多次来相邀，孙岳终于被赶到，带着团队来加入，继续舞台上角逐。加入德云相声行，他和岳岳来搭档，捧哏技巧造诣深，也能去扭转乾坤，配合能天衣无缝，孙岳起到大作用。孙岳捧哏作用大，避免很多的尴尬。曾经搭档张伯鑫，最后两人罢手分，不肯降辈张伯鑫，籍籍无名到如今。孙岳名气非常大，两人反差非常大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就不一一来列举。孙岳貌似很憨厚，背景轻易不透露，台上台下不一样，一改憨厚的形象，拥有自己的团队，说学都唱啥都会，服装产业也拥有，经常动物园里走。他和于谦是兄弟，两人有情也有义，两人情投和意合，没有什么的隔阂，都很喜欢养动物，动物园里去散步，动物园里看一看，宝宝音符也划算。孙岳臂上有纹身，说明此人道行深，这些纹身是老郭请来高僧来制作，请来泰国的高僧，成员全部纹一通，藏龙卧虎德云社纹个纹身也独特。如果孙岳的外公看到孙岳的成功，混得风生和水起，很多演员不能比，肯定非常的开心，不忘多年的打拼，捧哏界的大魔头，孙岳相声就是牛了个就是牛。回来年三四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唐飞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听歌曲的走火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林花太紧张没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在赌场月亮之上，我获得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光明作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底爱情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。